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、哦。他说在三角形 ABC 当中，角 C 是90度，赛 B 是13分之 5， 线段 BC 等于 24， 求 AC 怎么算？来，他说这边有个三角形 ABC， 角 C 是90度，可见 ABC 是什么三角形？直角三角形。在三角函数当中，好吧，我画直角三角形，习惯上把直角画在右下角，好不好？所以角 C 是90度。今天测量谁？B， 对吧？所以说把 B 摆在左下角，你要测量角度 B 摆在左下角，这叫角 B， 这叫角 C， 可见这叫角 A， 是出来了，好不好？知道题目求多少？他告诉我赛 B 是几？13分之几？ 5， 从前面开始平平的赛13分之几？ 5， 是出来了，还告诉我5多少是 3？ 12， 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个直角三角形边长比例是几？5比12比几？ 13。然而题目却说 BC 是几？ 24。还告诉我放大几倍？ 2 倍。所以放大2倍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 AC 会是几？ 10。AB 是几？ 26， 是出来了。那题目求多少？求 AC 嘛。我就直接写了 AC 就是几？ 10 就出来了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